爸去上班了，妈妈去买菜了，我大头要在家里洗衣服喽。先把洗衣机的盖打开，再往里面加点水，然后倒点洗衣液，然后把我的臭袜子放在里面，准备洗喽。洗好了，现在把水拧干，拿去晒一晒。渴死我了，渴死我了，我将是来找点水喝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里面有水。正好这里有一根管子，还有一个水桶，我来接点水。咦，这水怎么脏脏的呀？不管了，先喝了再说。这是什么味道？好臭呀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，臭僵尸，你怎么把我洗臭袜子的脏水给喝了？什么？原来这是你洗臭袜子的水！我说怎么这么臭呢？这也太恶心了！我要赶快回家去刷牙。